天文专家介绍，6月6号凌晨，天宇将会出现半隐月食现象，届时月亮会经历一场从亮变暗，再从暗变亮的过程。预计半隐月食始于北京时间6月6号1时43分，终于6号57分，全部过程历经3个多小时，在中国可见全过程。